金黄色的很好看，但是没有食欲，香的很。先黄花鱼的材料有黄花鱼一条，大概一斤，调料有十三香十克，盐焗鸡粉两克，盐一茶匙，一点姜一点葱。让它杀好了，也是清理干净的，开边。把这些鱼籽、鱼标先拿出来，拿干净了，把它拿出来了，清理干净了。清理干净了是吧？洗干净，看着很干净，这边也干净了，两边都干净了。好，现在把它打一下花刀，稍微打一下花刀，一边打一下就行了，轻轻的打一下花刀就行。好，这样呢容易煎熟。好，这样就行。好，准备腌料，十三香，白十克。鸡粉来的，盐了一茶匙，好，我的调鱼了，这个腌鱼的调料，十三香、盐焗鸡粉、盐放在一起，现在腌一下，放一滴滴酒。姜葱小小的葱，刚才准备好的那个调料，稍微裹一下，这边也裹一下，一下。好，鱼已经腌了二十分钟了，准备好可以煎了。好，开始煎鱼。这一块先煎，一个是定型，这边这面里边的面先煎，好，中火慢煎，煎到它煎金黄色为止。煎了大概五分钟，差不多好了，金黄色了，可以差不多翻过一边，再继续煎。一边煎好了，准备把它翻过来。哎呦，好漂亮啊！来，再煎个五分钟就好。这个煎的金黄金黄色的很好看，但是没有食欲，香的很。好，万事如意。